肖战就很，我们感就是感觉他是个潜力股，而且他各方面都很认真，他很干净。我认为肖战很干净，尤其他这个眼睛就特别透，特别干净，严冰云暗要干净的一个人。一切为了大庆，就是他的口号，就一切为了大庆，就是他非常直接，爱恨非常直接的一个人。